大家，今年的交换礼物你满意吗？还记得吗？上一次拿到真正会开心的好礼物是什么时候？干，太帅了吧！不要搞笑，挑战，不要只想带来麻烦。没错，在2021的最后，我要来改正交换礼物的陋习，用2000元交换一个让大家说好好的瞬间。认真的好礼物交换大赛。嗨，大家！耶！今天是202112月31号，我们要来补过交换礼物。别！对不起。流程第一步，大家先把这些礼物拆开。三小还要拆开啊？我那边包成这样，然后我自己拆掉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因为等一下玩游戏，你要赢才可以先挑，就是才会有那个竞争意识。从一开始我就说了吧，这个礼物代表什么？心意。心意。品味。品味。弱，听懂不太烂的，我买下来好，我也不爽。我才怕你的嘞！哎，哎哎哎哎哎哎，全部最怕的是郭希的。哎，我的超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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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自己抄，自己抄，抄。谁谁谁？我。猜猜猜猜，不是最好，猜是最好。猜呀！好，来喽！我边猜边解释。不能吃吗？不能吃的、啊，不能吃的、啊，你买吃的、啊，不吃的、啊，怎么这样？不要，现在效果不要做这种嘛，好不好？不我也很紧张哎，不是吃的啦。所以我的想法是，2000块可以把什么东西买到最高级？我是用这种想法去买礼物的，每个人一定都想要，它可以取代你家里的东西，而且是一辈子。来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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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开！这是一个2000块的指甲剪。这很屌吧？看，这是在日本很有名哎。这是玩好礼物哎。好哎，你有用过2000块指甲剪吗？我不想，我不需要，我走了。走了，跨年跨年了啦，跨年跨年了啦。对，跟我想的反应不一样哎，我也会赞叹哎。垃圾，你家失火。你只要跟别人说，你猜这个指甲剪多少钱？然后大家猜出一个价钱，你说这个要2000块。这边说我还在办公室，没有人啊。去玩的时候也可以啊。出国旅游会屌到，谁会？你带女生回家的时候也可以说我的指甲剪2000块。手给我伸进去满足5分钟。那我们就看吧，我们看你家怎么选嘛。第二个，第二个烂礼物，绝对是烂礼物。我今年不会最后一名。他说他超会选礼物的，你们还记不记得？我记得。你们这个判断错误啊！是你玩，你玩，你玩的。第二个。好，解释你的挑理逻辑。也是一样啊，就2000块要送到对方，说是哇，好好哦，那势必那个价值一定要超过2000块。我自己是蛮想要的，我看到我还是指甲剪，我会直接扇一巴。你买我家剪，你买是沐浴乳组合，我会生气哦。这么大的指甲剪，我也觉得比那个屁呀！你们不要做效果，真的没有，你拍自己，你拍你自己太烂了，好不好？太烂了，你自己垃圾，你们都。没有人想要，没有，我不想，完全没有。你拿回去，我们不要跟你讲。哎，等等，他强调，你剪完之后，你不要用锉刀锉。我不在意，我不在意。你剪完就是划算的了。这个需要你昨天出去挑啊，这个需要吗？那个礼物让我有觉得我今天不想要最后一名。哇哇哇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它好高级。哇，你的很高级耶。眼部按摩器，干过，干你们在送什么？靠背，好烂哦！你们两个根本就是送高级烂礼物啊！我觉得我赢定了，不，我也赢定了，这很赞哎！才没有嘞，这哪里适合我们？这哪里适合我们？每个人眼部都很疲劳，我觉得还不错。你看吧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我一票，你要不要娶她？我觉得还不错，他还可以连蓝牙放音乐，是啊，干屁啊，真的假的？他可以连蓝牙放音乐，没事没事，比他好，比他好，好不好？比他好。没事啊，没事啊。第三个谁？我。大家今天情绪太满了。不是那个那个让人家太生气了，那个真让人家太生气了。不要做效果，我们没有在做效果，我们真的没有在做效果。我的喜欢礼物逻辑啊，就我是一开始我就觉得要选到大家的礼物，我觉得很难。所以后来就觉得选我自己想要的，别让我失望。没有，绝对别抖，别抖，别抖。我跟你讲，如果这个东西是女生，绝对是你们的老婆了，你们绝对会娶她。如果是男生，他们两个会抢。就是他们的真命天子。什么包包？露营椅耶！哦，这个我想要，这个我想要。你看，我早就想在车上放一张了。可以，很棒，很棒。而且这张椅子你们坐下会觉得很温暖，很舒服。
这是我想要给你们的感受。这个不是暖的才接，应该是舒服。不要吵，大家兴奋到说不出话。我有一张一模一样的。我不要吵到这个。我真的有一张一模一样。很棒，很棒。下一个是谁？七吧，我是4号，来吧。这个东西是我思考过，每一个人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用得到，而且会喜欢的，算是高级东西。2000块的底端，看你们的好品味都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不要讲话。投影机啦！哇！哇等一下，暂停，这是底片投影机。喂！这是你们拍的底片，可以直接变成投影放在上面。哇！我要这个！谁会最后一名？一定！最后一名！哇！这是超好的。大家不错，大家不错哦，大家都有用心的感觉哦。是哦，第五个，来我，这个是我个人非常喜欢，我本来是打算用在新家上的。啊，该不会是扩香剂？不，然后我发现这东西呢，对你们在场的保险套，闭嘴啊！在场每个人都有通病，我希望靠这个礼物启发大家，改掉大家的坏习惯，好不好？再怎么烂也不会烂，好不好？干，夸张。品味好吗？我们讲品味，你自己会喜欢，我自己很喜欢。哒哒哒哒哒，百灵的时钟，你好像真的可以跟这样讲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拿出来，拿出来，这个很可爱、欸，这个很可爱、欸，哎、欸，怎么这样？怎么这样？这你之前不是买过一个了吗？就我忽然想不到买什么，我就拿出来用啊。啊，里面有心哎、欸，对啊，好小、喔欸，很酷哎、欸啊，这可以爆预算，还、啊、用得到、啊？这个拿进来就行。我觉得我还有机会赢你这个了，你好像有。好，下一个。等一下，听你的，原本就是一样，就这样，失望了。你看出大家的感觉跟你想的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啊？魏巍的礼物是最好的，我觉得很棒啊。但我们想要你掉到最后一名，我觉得很棒啊，其实很棒吧？不会开心吗？收到不会开心？看你们是，你们没有品味，没关系。换我啦，换单。我要先介绍一下我的礼物。是啊，日常生活中，新的新兴趣啊，都帮你们准备好。你是不是很紧张？我现在很紧张。好啦，就是咖啡组啦，大家可以用这个来泡秀兰的咖啡，好不好？这样一组，没有道理，明天开始就不用这个。干嘛？可以有一个新的兴趣啊！你看大家的情绪，你应该也感受到了，但是我们没关系，就是这样，大家展现了自己。花了时间挑出了最好礼物 ，OK 啦。我希望你好好把你那一 part 全部剪出来，大家都有用心准备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哎，好啦，来啦。来，我来解释一下哈，我请我们的好朋友千浩跟达博针对我们来分析一些问题，然后我们要预测他的排名。第一道问题是，你觉得我们这六个人送的礼物的好坏排名，送的最好到比较不好的？不要急着回答，认真思考。我们的逻辑是要去猜测他们怎么想，只要你的排名中跟他们对到一个，就得一分。请开始。欸、偷看我的答案？谁没有嘞？我看我自己板子好不好？来，一二三。千豪他们应该会觉得奇异是那个最务实，就大家都用得到，大家喜欢的。胖子就是真的比较随便啊，就是可能就买随便啦、啊。我猜有，我猜逻辑，他的逻辑好吗 ？Sorry。千豪应该觉得我最赞吧？他就跟你最熟嘛。品味这么好、然后森林最有钱，我觉得最后因为是，你有见过千豪吗？好像没有，对他根本就没有见过千豪，他每天都把我排桌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的直觉。OK， 来喽，第一名，得奇异，耶、yeah! ！奇异最近在看的东西，感觉跟我的品味差不多，他应该都会选择一些。我觉得很赞的礼物，赞，签好、啊。第二名，16，干你娘！虽然有预算限制，可是16应该会在这笔预算里面选出一个超乎大家意料之外的礼物。可是他又不会选一个很烂的礼物，因为跟他个性不符合。毕竟，你还是算这个六个人团体的一个大家长。我觉得你一定会送一个特别比较屌的东西，然后让大家去觉得哦，干不行，你这样太不公平了。但你都没有。我觉得我亏欠你大家太多，所以我想要送大家。不要一直讲这种话、啊，干我下一班怎么搞啊？第三名，柯柯。干我要拿到指甲刀了。哦，因为他应该对美的东西有一点研究，我猜。第四名，
森林。我命中。他说森林选礼物的逻辑就是该鸟不想管的啦，该鸟不想管啦，这样然后随便选一个样。他讲一样。第五名，纯子。对纯子不是很了解。第六名是胖子。哎、欸，请问他说什么呢？他的理由是，我觉得他的东西一定是很靠北、很有趣的，可是好不好就真的不一定。好，我们现在直接猜达博的礼物排名，一二三，我从最后名开始好了。好，反过来，达博的第六名，纯子。哈！啊，我干嘛？我干嘛？干！从影片上面的认知，哎，这超可爱的，好不好？大家就。真的要再加强一下送礼物的技能，对吧？最好是知道我怎么送，看影片。第五名，柯柯啊，笨蛋，根本不了解我哎。他说柯柯选礼物的逻辑会是他自己觉得很赞，甚至会说，哎、欸，这个很赞吧？确实，确实，这很赞吧？啊，可是我觉得这很好啊。确实，确实。第四名。胖子，胖子也是有学长嘛，那我觉得他的东西绝对是有趣的，但好不好，这是另外一回事。哎、欸，等一波、啊啊啊！第三名，奇异，因为奇异就是公认好好先生，然后、就这样。哎、欸，等一波！阿伯，第二名，我啦，森林。嘿嘿我全没中哎、欸！干，正在穿娜娜米卡嘛，他一定会干你啊！我就是想送五六千块啊，老子有钱，希望会发生这种事情。决赛啊，干，森林第一名，六分，第一 round winner。第二题，这六个人谁是最聪明的？这边先强调一下，聪明不是指智商，而是一种生活态度的展现啊。对，好喜欢看千好沉思的样子。我觉得我要不死了。这样，算了算了，算了，在摸摸什么？在摸摸什么？我好像也不太准。你现在是不是？你说是每一题的答案，最后两名都决定了。森林你好了，我好了。等一下，你有自信吗？应该还行啊。一二三，嗨！哎呦，颜色蛮像的。那第一名就是你在访问大家，他不敢把你排到最后。第二名就不一样喽，胖子胖子，奇异奇异，柯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把我排到老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、我觉得千好就觉得柯很聪明。你怎么会把自己排第二名？因为我很聪明啊。我觉得千好觉得我很聪明啊。你怎么会把自己排在最后一名？对啊，因为我刚刚不熟啊。这个逻辑。那为什么把我排最后一名？因为他跟千好不熟。哦，这个逻辑。那你的逻辑是？哎、欸，我比你聪明，好不好？没有嘞。如果是按照生活上那种聪明度的话，胖子他的随便会盖过。操你妈嘞！会盖过，会盖过他的聪明这一块。你现在讲的是千好的，你觉得千好觉得？对对 对, 對，跟你自己的想法无关。无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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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無關無關無關OK OK。你吗？哦，千好应该这是千好想的。这是千好，千好了。来对答案哦。千好的第一名，绝对是你，还帮我画的、啊。第一名是森林，森林，森林，森林。千好，很不了解我。这么垃圾哦！喂，你们在上面吗？我想打球，来一下。哎，我来讲一下，千好有话要讲，千好有话要讲。除了他影片里面他的样子之外，我跟他打球，我觉得他打球的方式算是很聪明，打球智商算是蛮高的。哎，下一期你喝酒。哎，放屁！你又没有送，你知道你又没有送，我花爱心啊，我花爱心。干干，好紧张，不够有自信。干，第二名，奇异。耶、yeah! hey, ，一分。做什么他都很清楚，他年薪百万。用年薪来决定。第三名，十六，没有，他把我放在一个安全的位置。第四名，胖子。第五名，纯子。Yes, yes, 有哎、yes, 有哎、有哎。第六名就是柯柯嘛。那我也没有，那我直接再加两分了。对于柯柯的意见是。他说：“我们塑造出来的形象，柯柯看起来是个傻妹。好”好，是啊，有啊。关键是第五名的纯子，千好的意见是，基本上我觉得去迪士尼求婚应该算是个还不错的idea。他
他在迪士尼求婚怎么了吗？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我跟哥哥第一名是 Steven。学了了吗？我好了。我胖子的礼物，录音仪。以后坐下来，我都会接住你。你就只想讲这个吧。没错。谢谢，圣诞节快乐。第二名，我奇异的幻灯机，耶！我要带回家。你要咖啡煮。这是我的第一名，这是你的第一名。我虽然第三名，但我还是拿我的第一名。不能拿自己的，不能拿自己的，指甲剪，指甲剪。你干嘛拿指甲剪？百灵，他要哭了，他要哭了。百灵经典款设计，你确定吗？你确定吗？你真的确定？你真的确定？你是不是想要？不是，这三个真的很难选，这三个真的很难选。你真的确定吗？你越想要，我就越想要拿走。突然觉得这个礼物很好，大家脸很得意。我就说嘛，我就说嘛，哎呦，哎、欸，太扯了吧，这态度啊！反应跟刚两次两级哎，我不知道怎么选，这两个我不知道怎么选啊、欸，太扯了吧！太扯了吧！跟大家说一下哦，3D 眼部按摩器跟百灵的时钟啦，选一个啦，我送一个这个结果，好过分哦，好过分哦。送这个才过分吧？还好吧？这个才是正品的，你知道吗？好难过。对啊，这是你的颜色哎。好了，这个。不是啊，因为我觉得啦，我觉得它比较需要减压的东西啊。哎，很帅，好不好？啊！明年大家还要玩吗？玩啊！玩吗？玩啊！我们每一年翻倍，敢不敢？所以2022年是4000。4000，我明年就送两个这个。真的耶！哎、欸，冻太久了。